科技早报，苹果本月将发布新 MacBook Pro 特斯拉 Q3 交付24万辆车创纪录。根据一份报告，苹果在2019财年从 App Store 游戏中获得的收入超过了任天堂、微软、动视暴雪和索尼的总和。Epic 跟苹果之间的诉讼使许多关于苹果运营的细节被曝光。该吹哨人指控 Facebook 推动了美国政治极化。该公司对于2020年11月总统大选设置的选举相关限制解除得过快。随后，携程方面针对此事发布声明称，酒店在节假日来临前一般会大量下架携程平台上的预售库存，以便于提升收益。而携程也给予酒店方面充分的尊重、理解、支持和配合，并不存在二选一。